大家好，我是雷。有网友在网络上发问呢，如何透过我们的 Unity 在场景里面产生固定数量的一个物件？所以呢，今天就开一个小教学，让大家可以快速的学习。那这边可以看到，我按了播放之后，我就可以很快速的产出我们有十个 cube， 对，十个 cube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 cube。那如何快速的做到这一点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花几分钟快速跟大家做一个介绍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新建一个场景，打开一个空的场景，这个就不用储存了。然后我们去新增 3D 物件，我们来一个地形好了。好，我有这个地形之后呢，我这边我再新增一个 3D 物件，立方体。然后我把这个立方体就放在随便一个位置哈。然后这时候我就进到我们刚刚的扣这边，我去新增一个扣。建立C Sharp 脚本，好 PO， 我们就取一个 position 好了 ，POS ITI， 我们好新建好之后呢，就让那个我们的 Visual Studio 把它打开，好，点一下，打开之后就是一个空的一个我们的城市的环境嘛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点呢？就是我们要去先选稿，选稿我们什么东西呢？要产生的那个 cube， 就是我们的物件，或是可能是方块，可能是长方形等等。那这边我们就打一个 public， 然后我们打 transform， 名称呢就我们随便取，打预置物就好。好，取完之后呢，我们按储存。我们储存之后，我们来看到这个 position，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它这边多了一个预置物的一个参数，这个 prefab， 然后就可以拉东西进去哈。那好了之后，我们就把它拉到我们的随便一个，可能是地形上面也可以。拉好之后呢，我们要让什么东西拉进去呢？我们就可以拉一个我们要指定的一个东西嘛。那我们就把我们刚刚这个 cube。把它拉到预置物这边，那这个旧的 cube 可以先删掉。这刚刚拉的新 cube， 然后我们点我们刚刚的地形，然后这边拖拉把我们要新增的一个预置物把它拉进去。这样呢，当我们拉进去之后，它就会把我们刚刚宣告的这个参数呢，把它变成我们的 cube， 那我们就可能去新增这个东西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步，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新增我们的预置物，对，新增我们的物件在上面。那这边就很简单的，就是之前的影片有教学过，我们用这个 instance， 然后产生什么呢？我们要产生它会有教学，产生第一个是叫物件，那我们把它用进去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那这时候储存之后，我们再去我们的 Unity。播放，我们就能看到，它产生了一个 cube， 但可是我们的摄影机为什么看不到？因为我们的角度不对嘛，角度不对，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摄影机角度在哪里。超远的，所以我们把摄影机拖过来。好，根据右下角去对照哈，我们把它拉高一点，然后我们再转个向好了。好，我们拉一个好的视角来做一个练习。OK， 这时候再播放一次。好，我们能看到哈，我们产生的这两个是在同一个方块哈，所以我们如果去用的话，我们其实也看不到它的东西。那这时候我们去移动它的 X， 69。好，我们看到，因为它们刚刚是重叠在一起的，我把这个 X 变成69之后，就很明显看到它们是因为位置重叠在一起了。那事实上，我也的确产出了一个 cube。那有网友就问说：“可是难道我要这样一个一个产，这样不是很慢吗？”对啊，我每产一个 cube， 我都要这样打一次打一次。那这边我们就很简单的使用一个 for 回圈产生就好。好，我们就打 for 回圈，括弧，里面呢就是我们基本的 int， 然后 i 等于零，分号。i 小于10的话，
折我们的 i 加加，这样我们就会产生十个，跑十次我们的程式。跑什么呢？跑我们这个产生的一个 API。好，透过 call 这个产生的一个指令呢，我们就能产生十次我们要产生的这个物件。储存之后呢，我们一样到这边，然后按执行。好，我们就能成功看到它产了十个哈。这边你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。那有网友就提问说，可是我产了十个，但他们都叠在一起啊，我要怎么看出来？难不成我要这样手动一直移吗？这样不是很傻吗？对吧、啊？我每个都要调坐标，而且还要就算不是我每次让它产出来，那我都要改，这样太累了吧？播放之后再去改也很累啊。我们不能在产的时候呢，就让我们这个坐标有固定的一个排列，有间隔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就能再透过这个产生的这个 instance 的这个 function 去做一个更多的延伸哈。它后面可以再带更多的参数，更多的参数是什么？它可以带坐标，坐标就是 trace 我们刚刚的 transform 嘛，那我们就是给它一个 vector。好，我们给它一个 x y z 坐标。这个坐标我们要用什么坐标？我们就用目前的这个方块坐标好了，所以我们先复制这个方块坐标，我们这边点，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复制位置，复制进来之后，我们直接按 Ctrl B 贴上，好，我们就看到，哇哦，它直接帮我们打好了这个指令，并且还包含了 XYZ 坐标，那我们就扔进去，扔进去。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哦，因为在 Unity 里面这个是小数点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转成负点数的形态，要加一个 F。不然它预设复制过来这边是会跳错的、哦，它会跟你说，你必须把我们的 Double 转换成一个 Flat 的形态。好，转换之后，我们记得要加括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他说要把它转换成 Translate。哦，对，我们最后还要再加一个逗号，然后我们再打这个。OK， 这样就好了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去使用我们这个function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产生出我们的物件，然后在这个 XYZ 的一个坐标，然后透过它转换成这一个。那至于这个是什么呢？大家可以再去网络上去理解一下，这个待会解释又要花一堆时间了。反正就是我们写这一个function呢，就可以很简单的去产生我们要的物件在我们要的 XYZ 坐标。那我们首先呢，我们先改一下这个坐标好了，我们把它改成69好了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去播放，我们应该会看到十个产生在69这个坐标。你看69这个坐标，我们用上下来看好了， 69696969， 然后原本的还在 67.25。 那这时候大家就会有疑问啦，可是我要做有间隔的啊，我每一个都要让它，如果间隔2间隔2我要怎么做呢？那其实就很简单的是，我们就可以去做我们的这个调整。我们做这个调整呢，我们就是在它每次产生 for 回圈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个 i 的参数嘛。这个 i 呢，它会怎么跑？它会变成0123一直跑上去嘛。所以每次拿到这个 i 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把这个 i 呢去把它加什么？我们把这个 i 乘以2好了。然后记得这边括号比较保险一点， i 乘以2代表说我每次产生的时候，我的69都会加2，所以0乘2如果是0的话，那就是69；1乘2如果69加2，那就是71。所以我们储存之后一样回到我们的 Unity。 好，让它跑一下，回到之后呢，我们重跑一次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实际间隔效果。 OK， 我们移动一下哦，67 69 71 73 75 77 79 81 83 85 87，对，这样就非常简单的，我们就做到，我们有间隔的一个 cube， 对，有间隔的一个 cube。 那如果觉得看得不够明显，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摄影机再拉远一点，对，我们把它拉远一点，我们看一下哦。好，播放，有，我们就会成功看到，这是十个有间隔的2222。那相对的要怎么改间隔，就是看大家自己的习惯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间隔4间隔6或间隔8。
我现在改成是，那我在储存执行的情况下，它应该就会间隔变得更长哦。我们执行一次，有看到它间隔就把它变成更长，间隔就变得更长了。所以呢，这样就很成功的去解决，很成功的解决，我们可以固定产生我们想要数量的物件在我们的场景里面，并且它有固定间隔的坐标哦。那如果想要知道随机坐标的话，我之后会再教一个小教学影片。如果不懂的网友呢，可以再向我发问。那我们今天教学就到这边为止哦，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